这边是停车场，收了10里来的停车费。然后这边是入口，这个叫 Kemakli 也是这个小镇的名字。这个也是包括在这个通票里的，这边门票也是250。这个 TIFF 人也太多了。哦，我知道了，红的是进去路线，蓝的是出来路线，我明白了，所以我要跟着红的走。这样吧，哇，这个洞比那个洞漂亮哎！这个洞比刚才那个 Durin Kuyu 要漂亮。看这里，哇塞！哇，太酷了！哇塞，这个洞好酷呀！看这边，这个洞感觉更精致一点。看这里，下去的，这个玻璃，不知道是不是能踩的玻璃。太多人了，就是。这个洞就是灯光打得很漂亮，超上相。而且它整个那个墙面显得是比较白净的那种。哇哦，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这是他们的一个屋子，很多小房间。这是比较大的一间。看一下这个小房间，哇，这是另外一个，这边还能到顶上那里。这里很好看，这里还能下去。哇塞，也是很错综复杂。看这个白光加这个红光，太酷了。哎呦，这里有个洞啊。这个红色的洞好深啊，
这个红色公园还有蜘蛛。我这里是个洞。不敢跳下去，怕上不上来。这还有个洞，表演一下魔法，无限循环术。我又回来了。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房间，我可以在这里随便拍。这里下去的话就到下一层。这个房间没人了。甚至有点吓人，这个地方一个游客都没有。哇，这个房间超美的，但是他们旅行团不往这边走。
有一个怪怪的，我就换地方。看这里有个天井，通往上的。哇，哇塞，这怎么感觉长得都一个样子呀？怎么感觉又回去了？咦，又回去了，走错路了。错路了，哎，又回来了吗？刚才探索了这个方向，然后是从那边进来的，探索一下这边，这边还挺漂亮。探索一下这边，这是哪里？ Food storage， 这是一个存放食物的地方。草，有点迷路了，我有点迷路了，这他妈也太路太绕了。是这个红线，我还是沿着红线走吧。这是一个 church， 这里骚味好重啊！看这个角度，这里边太潮湿了。好吧，就感觉这个玻璃是不能踩的。
他妈的太能聊了，我操，聊了他妈十分钟跟这儿，哎，像我一个人的。这里是最好看的一个角度，这边是出口。哇，这里超美的。这儿可以坐一下，我感觉。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他们熬走了。这里是个新型的洞穴，换个角度，这个洞有点矮，这个是一个洞穴，一个小洞穴，接着往下走，呜，我靠，我操，这里是个洞，差点掉下去。Thank you.
这里是个死路了。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个酒庄，刚才有路过那个食物储存的教堂还是什么的，这个是个酒庄，酒庄这里也是有很多个小道路。这个酒庄这个地下看一眼去，好像还挺深的。哇，这么深，哇塞，好深啊。哎，这还有路，哎，这才是对的路，这是继续向前的路。刚才我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这里还挺漂亮。从我手指的方向再往前又到了一个 terminal 了。这里灯光也是很好，让我不禁想拍照。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这里不错。我们过一下这边的 tunnel。嘿，走得好快。哎呦，这里有个通风口。刚才我们路过过，哎呀，真大！这个晚上不开灯，你是绝逼出不去了。晚上没灯、没手电的话，这路估计不是在这儿工作几年的根本记不住。我操！哎呦，不行，太累了，冒着油。我要继续走，
这里真是太好拍照，所有的地方都很上相。哎呦，好像错过了一大波旅行团的感觉。这又是一个 winery， 但这里的灯光稍微逊色了一点。哇，这个敢走吗？不敢走吧？这个真的好想走，但是不敢走，没有楼梯，应该是排水的，下去可能是一个竖井，直接摔死了，然后下去容易上去难。这个是继续向前，这个是，这边是继续向前的路，然后这里又是一个酒庄。这个酒庄呢，不像之前那个，这个酒庄不像之前那个那么大了。这是第二个酒庄。我旁边这里是另外一个酒庄。哎呀，走吧，听到人声了。现在是上坡的楼梯了，我怀疑已经是出口了。因为它刚才从红色箭头变到了蓝色箭头，看这里，整看这个向下的洞，这里每一个地方感觉掏出来都可以在澳洲那种洞穴当一个拿手景点了，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这里我是不是来过？这里洞穴除了湿度大，就是除了湿度大，温度很凉快，而且也不是太臭，空气也很清新，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听到了脚步声。参观一下这条支线，基本上已经快到出口了啊！哇，好美！刚才旁那个印度大妈的孩子说：“快来，我给你看个东西，这个台阶特别酷。”然后他妈说：“不行不行，我真的玩不动，你要走。”哎呦呵！哎呀，这里边这么大呀！我这个录像完全是随缘录像，因为这个录像根本就是完全，这个路线就是完全不知道是路线的路线。我估计导游带你看的话，估计完全肯定是走不了全部路线的。这里有个心形的，这里有个心形的窗户。这里有个心形的窗户，哇靠 ，amazing！ 这个 view，
这个自然的补光灯很爽。我这裤子不要了。你说住在这里的人已经1500年前了，就是刚才他们走得很远，然后我闭上眼睛，忽然感觉能听到他们的歌声。如果你相信人有集体潜意识，人死后意识都是会连接的，你的一段生命只是一个实例化的，那我觉得你会相信能听到他们的歌声的。现在我旁边应该是五个人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说话声。坐在这里冥想1分钟。我记得有个电影也是说洞中一日出来已百年，你在这种洞里真的会忘记时间啊。当年达摩可能也是在这里修行的。这个洞其实蛮宽敞的，说实话睡个十几个没问题。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一闭上眼睛但不是睡觉的情况下，在冥想的时候
就会觉得意识跟肉体有一种抽离啊。当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是谁？我在哪？还有一种灵魂忽然入上身的感觉。我操！我操！怎么刚才被吓一跳？我操！刚才真他妈被吓一跳！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人站在这里？这是他的侧面，这是他的腿，这是他的身体，这是他妈的脸。我操！你知道刚才有多我他妈刚才简直他妈吓尿了！我操！这他妈也太像一个人的侧面了！别吓我！我操！这个灯光，哎，你是故意的吧？这个灯光。弄出一点噪声，显得没有那么害怕。啊，这个箭头，我操，箭头呢？就是你看啊，我们从这口进来，这里有条路，这里还算好，只有两个岔路，有的地方他妈八条岔路，你他妈直接晕倒，你看。这个岔路，这个出口的路，对的路这么小，不对的路这么大，你很难就是走出对的路。啊，我觉得我已经拍够了，走掉吧。好的，我一路下哪边呢？哎，这里我好像认识。哎，这里我认识的，到那个最开始的入口大厅了。哎呦妈呀！我就感觉我探洞的力气已经用光了。我觉得这个洞啊，你深度玩一两天都玩不完，岔路太多了。尤其是你一直需要拍照的话，啊，想出去的人，都是因为太累玩不动了。哎呀，看这个洞。的入口啊，我不起眼的一个小口，里边没想到这么深，七八层楼啊！啊，上个厕所去。这里有新鲜的鲜榨橙汁16支，等会儿来一杯。卡帕多奇亚的包包，还有热气球。各种的这种背包，先去上个厕所吧。我刚才被卖饼的小哥摆了一刀，他收我50块钱一杯果汁，这边是30。哎，30还是50？大妈给我现榨的16支，纯手动。16。完了。这个真的是纯鲜榨，手榨的，真的是，因为他就是拿那个压的那个手工给我压的，就真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完全是石榴的味道，很好喝。我才发现鲜石榴汁这么好喝，因为你买那种瓶装的，它总是有各种添加剂什么的，喝起来就是。感觉像水勾兑的，但是这个鲜榨的石榴汁，你感觉就是在吃液体的石榴，你知道吧？不一样的。所以 K 字头的地下城是比 D 字头地下城要好一些的。D 字头地下城的，我感觉 D 字头地下城是更大一些，但是它的缺点是灯光没有 K 字头好看。K 字头它打的是那种白加黄嘛，很有层次感。白加那种橘黄很有层次感，死胡同就用橘黄，然后那种通道就用白的，然后整个很有层次，然后D字头的整体比较暗淡，大部分好多都没光，还要自己打手电，所以如果你只能来一个的话，我决定是要来 K 字头的，而且我的照片基本都是 K 字头出的照，D字头的会差一些。这里有一个塔。